一部影响中华文明2000多年的百代寒冰之祖，一部享誉世界军事理论界的中华兵书瑰宝。孙子兵法究竟只是神机妙算的兵家韬略，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穿越人类2000年的战争黑洞，今天的我们将如何学习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为春秋时期齐国人孙武所著，是中国兵学的奠基之作。孙子兵法内容博大精深，思想内涵丰富，逻辑缜密严谨，自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曾被译为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传播，成为享誉世界的兵学经典。在今天社会中，孙子兵法被广泛研究和应用于其他领域，那么我们现代人又将如何来学习孙子兵法，使它能够发挥新的价值呢？同学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开始讲孙子兵法的第四篇行篇。行篇呢是比较短的一个篇幅，现在我给大家先背诵一下。孙子曰：习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之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借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利，借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志明，无勇功，故其战胜不特。不特者，其所挫必胜，胜其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使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故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兵法曰：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义称诸，败兵若以诸称义。胜者之战名也，若决属于千人之息者，行也。这篇文章它讲的是四行于敌这样一个情况。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给别人一种形态，就是我是这样的，他是那样的，这是我们多少年工作学习所形成的一种形态。在企业的形态中，我们看到这个企业是这样一种形态， IBM 是世界500强的一种形态。所以说在不同的形态中，给他的观众，给他的读者，甚至给他的竞争者，给他的敌人不同的形态。孙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在一般情况下要保持着不被敌人战胜的一种可能，也就是说我们处处要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寻找战机去战胜敌人。在竞争中尤其要强调这一点。大家知道在各种形态中，特别是我举个例子，是赤壁之战中，曹操水陆人马并下，号称83万来进攻江南。这时候江南孙权的军队呢只有5万，刘备呢只有1万多人。那么孙权的力量怎样能战胜曹操的力量呢？显然是敌强我弱的一种情况。但是孙权善于任用邪能，而且和敌人在作战的同时呢，巧用计谋火攻，一举烧败了曹操的83万大军。曹操在此时呢，当然
他形态上是很大的、很强大的军队，已经完全统一了北方。他自己也是非常骄傲，在这种情况下被敌人打败了。我们平常呢，在学习中是我们积累知识、积累本事的一个阶段，但是考试中我们要把所有的形态呢，置于考卷之上，来取得好的成绩。但在我看来，人生创造比学习更为重要。就是一个人，你能为社会创造什么样的财富，社会也就给你什么样的财富。一个人如果不想大起大落，一定要走平稳的一条路线，这就是要立于不败之地的方法。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啊。这篇呢内容讲得非常之好，所以说我们呢在平常中呢，就是说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就是说我们平常呢一定要使自己形成一个良好的心态、良好的成绩、良好的业绩的可能性，在各种竞争中呢要取胜而立于不败之地。孙子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立的时候，在上海是藏在上海这个弄堂小区的，藏于九地之下。当时蒋介石412反革命政变以后呢，军队力量是空前强大。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呢，只有隐藏于上海的弄堂之中，才能保证自己力量不被突然消灭，这是很重要的。形和势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种可能，人生要善于借势，善于造势，善于创造自己的一种可能。同时每天我们的事行于任何一个角落，这就是我们给别人的一种形态。每个人的形态在社会中是不一样的，在课堂上我们是一个老师，在企业中我们也许是一个管理者，而在家庭里我们却是一个好父亲，对于父母来说我们又是一个好孩子。这就是我们每个形态的一方面，而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主张人生要在不同的场合呢，要创造完美的自己，尽可能把自己完美的一面呢带给社会，特别是和平时期呢，把自己的真诚善良带给自己的朋友，这样我们才会拥有更多的朋友，创造我们人生的更加辉煌的事业，我们也能尽可能的获得别人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而且在判断外部力量的同时，说孙子谈到借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自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自善者也。就是说平常要预测社会是什么样的形态，我们是什么样的形态，要知道自己的人生呢在什么样的阶段，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进攻，可以前进，可以进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善于保守自己，要守着自己的已经取得的成绩而不必战败。现在官场中呢这样说，说是所有的官员都得凭经济来说话，不跑不动原地不动，就是不跑既不跑官也不送礼的话，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是跑步前进。当然这些都是社会腐朽的一方面，我们指的是什么呢，人生在积极进取的同时要保住住自己固有取得的成绩很重要。大家知道谁都不喜欢大规模的失败，也不希望呢自己的道路上呢突然出现这样那样一种不可预测的事情，所以说呢我们想呢一定要保守住自己的这一方面，从而使人生呢更加精彩和辉煌。这篇文章呢是说一个优秀的将领不一定你要在所有的战场中呢显示出你战胜敌人的一方面，而要显示什么呢，你在处处能使你的机构、你的部队、你的国家处于不败之地，这一点上很重要。有些时候该进攻就进攻，有些时候该防守就防守，知道进和退的是很重要的。记得一位有老将军退下来以后呢，有个领导写给他这样一副词，叫星象浮云知进退，名随野草任枯荣。人生生活的目标呢无非是利和名两个方面。记得乾隆皇帝在金山上问过纪晓岚一段话，说是看着长江的在扬州海面十多公里宽的路上这么多船只，大致有多少艘呢？纪晓岚告诉他有两艘，一艘为名而来，一艘为利而去。当然一个人的生活无非是在这两个方面中奋斗和前进。子贡问他的老师孔子说，老师啊，如果你获得很大成功以后，你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就是还是孔子是强大他的名，
还是为他自己呢的发展来做服务。我们相信呢，古之所谓善战者，就是说我要立于自己不败的同时，而且预测到要看到敌人我们哪方面可以战胜他。在孙子这一篇中谈到了非常好的一点，就是说善战者无志明无勇功。记得我们军事科学的一位将军呢讲过一段话，史鸿兵像这样讲，他编的一个故事。他说有这样两位船长，有一位船长呢带领他的船员在太平洋上航行的时候，走过了大风大浪，而且这个船长呢是非常的勇敢，和船员们一起战斗，一起呢和风浪搏击，而且自己也多处受伤，在船员掉下水去的时候他又下去营救，所以说冒着生命危险，最后呢达到了理想的彼岸。而另一位船长呢是知道这个地区会发生风暴，因为他看了好多书，查了好多资料以后知道这个地区在七八月份是有这么大的风暴和风浪，所以呢他就没有走这条路，从另外北线绕了过去，达到了理想的彼岸。人们一般在评论功臣的时候说，哦，那么第二位将军是没有看到功劳的，虽然他达到了彼岸，他没有看到他的勇猛的战绩和功劳。其实呢在我看来，第二位比第一位更高明。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位他是凭自己的勇猛和勇敢获得了胜利，第二位是凭自己的智慧获得了成功。人生的智慧远远比勇敢就重要。历朝历代以来，人们评价什么样的智慧更那个好一些呢？他说知识和勇敢只占 25% 的重要，智慧占 70% 的重要。这个我在前些篇讲的问题中谈到这个观点，就是说不一定你要在风浪搏击中侥幸存活下来站到最后，而是你要在硬行于无穷中凭着自己优秀的外交才能，凭着自己对社会局势全盘的估计，达到人生的辉煌，这样才是非常出色的。温家宝总理呢是我们中国地质大学优秀的学生，我本人也有幸在这所学校毕业。温总理刚到甘肃地质队时候是个很普通的地质员，后来又到地质队当副队长，到地质大队的时候还是当副队长，后来又到地质矿产局是副局长。邓小平同志到甘肃巡视的时候和宋平呢发现了这样一个人才，把他提拔到地质矿产部还是副部长，同样是副职。后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以至于升到后来国务院副总理，在最后一个关键环节担任了国务院的总理。这说明什么呢？人生要不断的准备自己的才能，积蓄自己的力量，广交很好的人际关系，这样人生才能获得成功。春秋时代苏秦一开始去各国去游说，首先找到了是强大的秦国，他当时建议秦孝公呢向东边的各国进攻，迅速来称霸。秦孝公说我们的力量还没有准备好，我们不准备进攻，而且现在是执行变法强大我们国家的时候，没有听从苏秦的建议。后来证明呢秦孝公运用了商鞅变法，而且壮大了这个秦国的力量，为秦国后来统一各国奠定了基础条件。试想如果没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很好的军事基础和很好的民众的支持，那么统一天下是不可能的。我们平常谈到形和势，在七十年代人们谈到说国际形势一片大好，形和势其实是两种东西。形就是留给外边的外在形态，势就是即将产生的一种可能，特别是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趋势。形和势在我们生活中每天都存在，一个人要善于观察未来，思考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社会特别是5到10年之内有什么样的趋势，只有把握这样了，然后结合自己现在的形，才能创造更大的辉煌。在这一篇中孙子谈到了军队的形，谈到了政治的形，在和平时期我们特别要强调自己企业的形，就是说企业你留给别人的印象是什么，你特别是你的产品留给客户的印象是什么。记得乔布斯在一开始苹果手机做出来以后有好些地方不完善，乔布斯对他的设计人员非常要求严格。